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，我是胡夫骑射。可能有几天大家没有听到主题歌了。这一期的话呢，稍微慢慢的来做这个节目，来给大家做阿帕奇又一次的呢将领袖之杖 First Edition 的 Artemis Prime 呢改名叫做 Attack Prime 冲锋柱。然后呢，这一次是做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日版的配色。那我必须提一下，其实阿帕奇我只能说它在包装上面有一点意思啊，这个是这一次的一个包装。那先前他们有一个透明版的一个包装是长这个样子，然后呢，他们最早的时候呢，第一次的时候呢，来用这个模具的时候用的是这个包装，所以说呢，它虽然是不停的换配色，但它连包装盒的话呢都一直在换。我手边现在是这3个盒子吧，我不太记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包装盒啊，反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包装盒的话已经换了3个版本，然后呢，这一次应该是这一台。好，这是他们这一次的一个主打的一个商品，日版配色的领袖之杖 First Edition Optimus Prime。然后呢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这个地方啊？变成跟原来的版本是一样的。我拿出一个，这个是他们第一次做 KO 的版本，这是以美版的配色呢下去做的。当时的一大卖点就是把这个地方给遮盖起来。各位可否看得出来，它的这个地方现在就有空洞。之前的话呢，有特意去做出一个遮盖。然后呢，为了给各位就稍微也一起做了吧。这个最早这是官方的一个美版，然后呢，它的一个版本的话，当时就精涂了一个轮胎啊，当然车子上方这个点缀呢也加强了一些。好，再来原版的模具，这个地方确实是空的。OK， 各位可以看到，它是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补充。当然了，这个烟囱啊也不再是软胶部件，然后在武器方面呢，什么都有做一个改善啊。但是我们就不聊太多，主要还是聊这一款日版的配色。那日版的配色呢，跟他们的先前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美版配色，具体的差别呢，大概就是，这个很像《变形金刚》第3集这个日版的这个 DA28 那种感觉，比较暗沉的一个配色。总体来说，红色的部分呢也是比较浓、比较厚一点点。然后这一块有一点点小小的色差，上方的话都有一些珍珠的一个光泽，后方。就这个蓝色的话更加的深沉，那这个轮胎确实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之前的这个银色的涂装，但是你喜欢哪一个这个很难说。那滚动性的话呢，没有话说，非常的好。那先前这款也是一样，都非常的赞。那这个轮胎滚动性是很好的。然后呢，它所附带的一些小配件，奇怪，今天对焦怎么不是很准的一个感觉啊？好 ，OK， 它的一个这一次。它所附带的新成件，整只是变成了一个金属的一个配色。先前他们的新成件是这个样子，那这个的话呢，也可以给原版的一个 OP 来做一个使用。所以呢，阿帕奇还是这个路线，我再次嘉许一下啊，就是，虽然是 KO， 但是做的配件的话呢，是可以给正版一起使用的。然后这一次佩戴的一样是有一对的双刀。那它的双刀的话呢是防弹材质的，所以基本上韧性非常的够，很坚强。然后这个是早一期的，就是他们先前美版的那个 KO 的时候用的是这样子。然后这是日版的配色，那这是官方原来的一个配色，而且是一个就是真的是软胶部件啊。那这个反正武器在新成件跟这个能量刀的上面配色。都是做了一个替换的。那枪的话呢，我觉得也是有一些不同了啊。这个是原版的枪，然后这是这一次所谓一个日版配色的枪，可能有一些小小不同，但我相信这个并不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了。然后车子的密合度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上方这里是我能够捏得到的极限了。其实你如果不是正这样看，其他角度看，密合度还是非常好啊。然后变形的手感也是非常的 OK，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，直逼正版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手感。车型下可以说除了没有这个之外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毛病了啊。那我们呢就也简单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环节啊。首先这个车顶盖可以打开，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啊，这块灰色部件也将它给打开，两腿呢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分开了啊。然后呢，整个下肢的往下面移动过来，两腿打开之后呢，这一块部件收到小腿那一侧，脚的话呢也往下翻下来，这个地方的咬合，把它给打开。 打开之后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有个结合卡扣，按下去，这块部件你只要往后面推就可以了。这块部件呢会自动成为一个斜肩哦，这个地方凸跟凹，把它扣起来，这个地方往后转，这样腿的话呢变形就算 OK 了。接下来我们从这个地方先做一个解开，然后有一个双动关节啊，把它给往上面提上去，提上去，头部的话呢推出来，这块部件呢往内推，然后这里的话呢利用这个双动关节，我们把这一个。 后面的这个门板的部分呢，稍微往上提一些些。再来，我们接着解开前面这个地方，前面这个锁扣的话，把它给解开，两侧翻开，翻开之后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把它折叠上来，这个部分就往后面推，往后推之后啊，这个灰色部件是要进到中间去啊，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推到内侧去，这个地方呢才盖起来啊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烟囱的话呢是要在最外侧的啊，这样的过来。 把它给推进去，到这里，两侧的话呢做个简单的小合并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双动关节的话呢，就稍微去推一下，把这个部件呢先大概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，最后再做调整就行了。再来的话，我们把两手臂啊从这个地方给解开来，这个地方给松开，整个手的话呢就出来了。两边呢做一个简单的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透过这个板子把它整个往上翻上来。 然后这里呢是有一个双动关节，两侧都有，稍微往两侧撑开一点点。然后手臂的话呢，先做个简单的翻转吧。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，把它给扣上去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，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组合，先把它给扣上，大概相对应的位置呢，先将它给扣上，后期再做调整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可以看到后方这个腰身啊，它是分开了很多。你把它往前推过来之后呢，其他的位置呢就会全部到定位了。 接下来就是调整这个胳膊的部分，胳膊的话呢是先从二头肌这个地方做一个180度的一个反转啊，因为它的一个手是折断的，然后呢这个部件是往外搓一些些啊，这个地方往外，这里锁扣松开，松开之后的话呢，拳头在这里先把拳头给翻出来，然后呢我们就顺势的呢这个往这边推，然后再折过去到这边包覆过来啊，这个甲胄的话呢就包覆到小臂身上了。 那后面这个地方呢，待会再扣也行啊。这个手臂单独先把它给编完 ，OK 的。这个地方翻开，翻出去到这里，手臂再翻转180度，或者是先翻转180度也可以的啊。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的一个变形所需要的几个步骤。然后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凹槽，那后面有个凸，这样子把它给包覆过来，到这边，好卡进去了。最后就是把这个胸口的话呢，跟后面的这个结合卡扣。 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扣上，这一款的关节比较紧实一点啊，所以在变形的时候呢，可能会稍微使用一点点指头的一个力量。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日版配色的这个冲锋柱，从卡车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了。人形状态下呢，我觉得这个配色非常非常的好看。 有点深沉、力战、稳重的感觉啊！相较于美版的配色呢，这个配色真的是更深得我心呐、啊。后面呢，大腿这个地方呢，虽然不是金属漆，但是这个比较深沉的塑胶色，我觉得选的挺好了啊。然后后面的这一代的配色的话呢，也是一个金属的一个涂装，肚子啊这一代的一个铁灰色，跟这里是一样的，但是跟其他地方又有一些不同。然后它的一个头雕的话呢，一样啊，是还有附带另外一个。 这个露嘴的一个版本啊，但是呢，我真的觉得这一款可能口罩脸会做的比较好看一些些。那么它的上面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啊，看一下，最后的话呢，这个配色好看，各位就自己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。那它的一些配件啊，比方说这个透明的这个刀子，然后这个东西啊，这里有个插槽，不对，有个插直的这一个凸，从这儿把它给抠下去。 将它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安插，好，这个地方就可以安插在身上啊。那么武器，枪也是两把，就握持上去。各位看一下，这是它这一次的一个日版的配色。那我拿出几个，首先这个是官方最早的一个美版配色。那官方的日版的话呢，我是没有买到啊，甚至我。 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没有买到，还是根本没看过。这是 follow。OK， 各位看一下，知道一下这个对比就行了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一款则是阿帕奇所推出的一个美版的一个 KO 第一次 KO 的配色，这个玻璃啊跟这个已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颜色的话呢也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。那之后的话，他们还有推出一款啊也是很赞的。 这是一个金土版金属电镀的一个配色版，这一款我好像没有给大家拍过，因为，当时觉得说这一款比较娇贵一点啊，它身上的这个看到吗？这个胸前的这个镜片啊什么的，是一个金属配色。那么这一款现在好像比较不容易看到吧，连枪都是金属配色啊，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后面给各位看一下，好，那明白就行了。那最后的话呢，还有一款就是他们前一阵子的这个透明配色。 啊，那简单的说呢，我们干脆就一字排开的话，我们把这几款，这个阿帕奇的这几款，4个吧，我认为没有记错的话，我那些黑色的那些东西的和我就不说了，黑色那个配色就太奇怪了啊，所以我们就不在今天的对比范围之内。画面有点塞不下的感觉啊，有点塞不下的感觉啊。好吧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你喜欢哪一款绝对都有，然后不管你是挑哪一款啊。 变形的手感我觉得都是挺好的，透明配色可能比较紧一点，比较不一样。然后这一款当时就是标榜它的一个材料，防弹材质非常坚固，看似透明好像最脆弱，其实它是最坚固的。然后这一款美版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 KO 配色，它的一个车子的一个背后是有一个盖板的，那么这一款也有盖板，这一款这个从这个地方敲开给各位看你就知道了，这个地方。 它是有个板子的，所以这一款金土版也是有的，但是电镀啊什么的，你如果觉得不好保存的话呢，那你就看你要挑其他配色吧。那总和来说呢，这次日版配色的话呢，算是综合度都是挺好的，但是它真的是每一款啊都有它的一个卖点啊，我只能这么说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